回到新闻现场来关心天气。今天受到东北季风的影响，桃园以北及东北部地区有短暂雨，并且有局部较大雨势的几率，其他地区也有局部短暂雨的机会。来关心各地的温度预测。北部地区基隆21到22度，台北新北20到22度，桃园20到22度，新竹苗栗20到23度。中部地区台中22到24度，彰化21到24度，南投22到23度，云林跟嘉义21到23度。南部地区台南22到24度，高雄25到27度，屏东24到27度。东半部地区宜兰20到22度，花莲22到24度，台东24到26度。外岛地区连江19到21度，金门20到23度，澎湖22到23度。